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桂竹麻。那我们继续接续《中理想世界》的后续篇吧。有种怦然心动，来就不干。人间，哎呦，找这位小姐，她失踪了。被夸了，长那么可爱，数不尽的秘密。啊，cosplay，学生服，哇哦，就一般学生服啊。またね，收集艾可的情报，说要分头找，好吧？那看到前面有一位小姐，小姐你好，请问占卜师？艾克夏洛消失儿童巴士，所以，好吧，这个跟这个会有关系吗？我也不清楚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还有5个人可以交谈。请问，谁可以让我飞呀？哎呀，That's cool。你好，我要问点情报。这个人动作有点奇葩啊。莫非？没错，我就是。拜拜。没想到他已经有 fans，奇怪的 fans。哦，小姐，那我们去看那霓虹灯吧。呀，让我跟你讲讲。请问，这男孩感觉什么？要问我问题？好吧，那来吧。应该是火焰，是吧？Yeah，神奇儿童吗？猜对了，嘿嘿。我们猜呀。哎呀，真的错了，还打我2次叉，连续赏脸。我还要去附近问答案呢，不会吧？那我答错一次就要附近问，应该是可以了吧？SU 又这一题，マジですか？嘚嘚，はいです。所以我真的要去附近找吗？这家伙飞不起来，有点过重啊。BNI 值多少？拜托让我。为什么问个寻人启事要这么麻烦？直接告诉我答案不就好了？噔噔噔噔噔，呀，死给呢！嗨嗨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带个土产，问别人问题就要带个土产给人家。哎呀，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不知道这小姐是拯救这个世界还是调戏别人？啊，讲话不能太久，要不然差点就要拉长。正常来说，我都不会去问酒醉人，因为通常讲出来的话都是胡言蜚语的，就像我现在讲的，不是爱公杀回。我那个问那个该被玩的那个人，说明他回答还比较有用。情报，Hello，我看到那边有东西可以吃，Yeah，我的都是我的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嘿嘿，哦，又有人可以问了。你好，小姐，请问今晚可以？不是，完蛋了，男家子沦落下去啊？难道艾克？不，太随便了，怎么可能？应该是同样名字而已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去问。可能没什么情报的情报人员，我的县名你在哪里？哎，这个巷子好窄，看我的高超技巧！哎呀，差点拉扯！哎呀，马上拉扯！哎，你怎么在上面呢？很会走哦，请问可以让我问个问题吗？
追上考走的学生。请问可以让我问个问题吗？为什么要一直跑步呢？呵呵，手刀跑法，哇哇，他也会冲力啊，他跟整个浮空啊，哇，浮空术啊，你是悟空吗？悟空别跑，悟空，师父在等你啊，悟空，你这样师父会很伤心的。哎，西天取经是这个方向吗？你这样欺骗我啊！整个包包在甩，边走边打人呐、啊！哇塞，好凶啊！哎，跌倒了，咦嘿，小猫咪你没路走了吼！前往学校，那我该在那边绕半天呢、啊。好，到目的地了。讲话不能太秋啊。纽特，你在这啊？你在这给我打屁聊天？好吧，这样还要带他去，有点麻烦。呵呵，他刚好像被敲到头啊。哦，整个人中了电线杆了，好像有点疼了。我真搞不懂这纽特这学生是怎么回事啊！第一时间案发时，他不去学校找，跑到这种霓虹街的地方找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有点怪怪的哦。还是我想太多。好，这里可以了吧？真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体验。看不到，还要到更高的地方。哎，纽特，你很傲娇哎，这样还不满足啊？分明就是想玩我。哎，算了，看在有宝石的份上，就饶过你了。啊，到处都是宝石，好开心呢、啊。不能给我轻松一点路线吗？弯来弯去的。哇，好多宝石！我的眼睛都花了，耶、yeah ！到了没？这里，终于，这够高了吧？都现在在，我升个级好了，刚才拿到一堆宝石，能一直提升，这关卡过关也比较方便。Level up， 去找。失踪的学生，但是眼前的宝石一直吸引住我。嗯，为什么还有标签呢、啊？啊，すみません，我忘记把你抓起来了。他就一个人放在屋顶上，你不是想到高的地方吗？这里刚刚好，你不用下来了。忘记他的存在，很自然而然的就下来了。
开大了，躺下。啊 ，no no no no， 我踢错人了。超级拉扯，すみません。再来一次 challenge， 我开大开错人了，直接把要救的人打死。这王有点犯贱啊！大智佬，打个gun，让我轻松点好吗？他竟然给我低下头来让我打，太过分！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啊！痛！刚说完好的话，马上就被打脸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他竟然转过头来，太过分！啊，他有点 OP 啊，痛啊！就他妈的夸塞，我的盖西吗？大师，我要要个签名，我要签名，不要跑好不好？要个签名球，就这样而已。签名球 ，no， 我的签名球又跑走了。主角有这么可怕吗？你都不打我，一直跑，这样很难追啊。签名球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不给我打，太过分。你太过分了，一没打 ，chance， 啊，空打，好难打，但是这哦，终于成功，呵呵，终于吼，哦，要变态了，一勾。啊，有点怪怪的。啥为什么？好 ，OK， 我了解。你痛很久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解决。想必你也忍很久。哇！哇，踢错人。所谓的反差萌的眼镜鸟，
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张月老也完成任务，那我们也该转换一下心情。